天。里面部分笔画间距要小，字形越高一点，不要写得太宽，相对要窄。这个点平一点，轻一点。这两个，一个短一个长，字形也小一点，轻一点。蜡笔包住上方，向右下方微斜，所以长一点。是，第一个横画相对要平直。向上拜，要竖骨要长，要垂直。笔勾的形状，你这个要窄一点，这个要宽一点，字形越高，竖画要垂直，这个向左下方斜的。不要太粗重，笔断一点，横画要长短变化，竖提向过来，回风收笔向左下方拜，横画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横画要最长，这些横画要短，有时候可以连带，也可以不连，笔断一点，这向右上方去。